隻歌呢，就是其實當我籌備這隻 EP 收 demo 收回來的，那它本身這個的名字 demo 的名字就是叫做 Forgive 啦。那那陣子我就有一些麻麻地的新聞，那我想都不用我提，那大家應該都知道了，就是這一年我最矚目的新聞。那另外加上我看到這一份，就是這一首歌給我的感覺啦，還有是好像前進緊，同埋不斷喺度講 forgive forgive forgive， 我就好諗啊，其實人生真係人生真係有好多好多嘢需要寬恕，好多人都需要，包括寬恕自己咯。咁我就諗起，其實我呢一世人最唔能夠寬恕嘅人就係我自己，曾經我就將呢一個感覺同埋我將我點樣唔寬恕我自己嘅故事話俾林若玲知，就係嗰陣時我嫲嫲有病咧。同埋佢開始老啦，中風，咁開始好似越嚟越遠離我嘅時候，需要我，我就反而係追緊夢啦。好似好幸福咁樣，得到嘅嘢好多，咁我就開始責備我自己，我覺得我唔應該咁。如果我唔可以醫翻好嫲嫲咧，我就要陪住佢一齊唔好。即係嗰陣時係咁諗，其實係好任性，同埋我以為自己係孭起咗佢，但係其實係好好冇責任感嘅，即係。真實嚟到講係好冇責任感，咁我就將呢一份感覺話咗俾呢一個故事話俾林若玲知，佢就送咗一份禮物俾我，就係、是、金剛圈。其實第一句都已經講曬嘅，就係、是、壓力壓障礙變做了傷害，就係、是、我活生生嘅例子。可能有好多人對住戀人啦，或者對住好似我咁對屋企人啦，甚至我唔知係咩事令你寬恕唔到自己，但係。Forgive 啦，因為你仲有好多路要行，同埋如果你真係愛你身邊嘅人，而佢俾咗一個咁樣壓力自己嘅話，其實係好多餘，同埋好唔應該嘅，因為你傷害緊佢哋，你以為你付出緊，你傷害緊佢哋咯。咁如果你愛你身邊嘅人，你為自己未必有嗰個力量，我就係一個咁嘅人嚟嘅，我為自己唔係好勇敢到，但係我為咗愛我嘅人，我就要重新企翻起身，就係咁講嘅，送俾你哋。Hello， 我是 Mac 林欣彤，你现在看的是 HK Online TV。